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代收一只哦，战盟非常强力的狂战账号，要协助他回归家庭哦，开玩笑的哦，他据说是要换更强大的账号，所以才把这只账号给卖掉。那开价是210万台币，防御有422以上的一只金变狂战哦。那如果换了地面甲哦，或然后再加这个喝的药水，防御就可以达到430以上。那目前因为身上的紫装要带走的关系，所以暂时穿加9抗魔法链甲，所以这个机体啊基本上430-440防是非常的轻松啊。那来看一下戴火面具的数值哦，以目前穿这个盔甲的状况哦，力量是117，那伤害是有268，命中451，近距离暴击 22%， 相当的高，伤害减免114，无视伤害减免96，然后昏抗跟抗晕有38跟93%之高啊，可以说是很棒的数值哦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身上的一些装备哦，加7的私人巨魔斧头可以，然后3+8的这个灰，3+8的商城装、哦、而且是灿烂的哦。然后大家稍微简单看一下他身上装备，刻印非刻印，这个是刻印，这个是非刻印，刻印的，非刻印，非刻印，刻印，刻印，然后这个非刻非哎、欸、也是刻印的紫旗头盔。然后刻印的加2信念耳环，然后这是非刻印项链、非刻印腰带，两个变怪戒指哦，然后再一个加4符石，3+9的徽章哦，可以说是装备也是相当齐全。然后这支账号还有一个优势在于说它的楼斧呢，1-6楼斧全部都有哦，也说是上奥曼之塔也是相当的便利啊，不管是打王还是打架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卡池吧啊，这支账号另外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说它是双粉变 TJ。合过的粉变跟粉娃哦都有合过，所以金变都是重复一张哦。那紫变的卡池也是相当的多哦。今天三张紫变之外，只差这个炎恩多鲁加。那红变的不说错了，这个红卡哦，就是这个英雄级的变身，也是只差毒者之牙，卡池算是相当的满啊。那娃娃安塔瑞斯已经11等了，那紫娃部分哦差这个僵尸王，其他都有。那也是安塔瑞斯重复一合成过粉变哦。所以全部都是有这个金变保底哦，哦，如果他的 TJ 是这样算的话，那再来看一下护身符的部分，亚丁17阶，那这个奥曼之塔18、18、19，然后这个是20，说错，更正，哦，这个是20阶啊，然后这边是13阶啊，象牙塔是18阶，梦幻乐园是14阶，好，看一下这个技能部分，技能差这个泰坦领域跟泰坦破坏，好，那其他是全部都有，那收集品的部分呢，51.58%。稍微看一下数值，51.58%也是相当的不错。就收集来说，奉献石的部分呢，哦，是有起到这个昏迷5%，也是起得很好哦。每个技能基本上都是对这个近战有不错的帮助哦，模仿啊、减伤啊、误防啊、昏迷。好，那再看一下它的这个魔眼，完美水魔眼15颗水魔眼，那数值的部分就贴在这里，大家自己看哦。稍微看一下这个数值。好，那最后看一下这个徽章，血盟徽章。血盟徽章的部分在我来狂截哦，血盟徽章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徽章。守护的部分呢，哦，是已经起到2阶段已经过了，3阶段封印还没过而已哦，所以说它守护是起得很高，然后这边也1阶段过了。那智慧的部分是还没洗哦，那就是你看可以看到它勇猛这边是勇猛跟守护是起得不错的，所以这徽章也是有过了2阶了，1阶跟2阶了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到的，我记得还有一个东西要看欸，那个是什么？万能药啊，万能药也是很不错，已经155罐清量了哦，所以也是在万能药有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啊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这支账号的介绍，牛奶一美眉哦。那如果有兴趣接手的，好，再私讯我的 FB， 开价是210万台币，如此强力的狂战账号哦。好，那大家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哦。